今天我要和大家评论以及介绍我的桌球拍 Double Day DD Super ZLC 桌球拍。在这个影片呢，我会进行球拍的简介、实测以及最后的心得分享。那么影片开始咯。 Double Day DD Super ZLC 桌球拍的结构呢，采用的是扣头加 Super ZLC 加阿尤斯加桐木加阿尤斯加 Super ZLC 加扣头，它的厚度为 6.0mm。 DD 这个品牌呢，成为日本 Butterfly 蝴蝶的代工厂，技术品质保证是台湾制造的哦。可以看到这把拍子的样子长得非常像另一把拍子，叫做超级张继科，市面要价10,000元。虽然做工没有像超级张继科一样的精致，但是在这个价位的球拍之中，感受已经是最为相近的了。接下来将进行桌球拍实测。经过刚刚一系列的测试之后，可以感受到这支球拍有点重量，挥久了手会有点酸。在正手击球时，可以明显感受到它给我的回馈感，速度很快，适合打快球的人使用。拿这支桌球拍时，我感觉它的配重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，我个人不是很喜欢。但因为这种头重脚轻的配重，才能带出不错的击球速度感。能用2000多块买这个拍子，算是很值得的。做工优良，滴滴也有做出这支拍子的特色——速度。这把拍子击球速度对我来说是很有感的。若你是一个喜欢打快球的人，那我想这支球拍会很适合你。